接下来我们欢迎印度王子罗平。那你可以先讲一下这什么意思？我今天要唱的歌，它的印度话叫做 Duchi Me Rab Dikhta He。不能怪我吧？不然你念一次，不然老师你念一次啊。你再念一次。Duchi Me Rab Dikhta He。Duchi Me Rab Dikhta He。哎呦！老师有你的啊，什么意思？他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说，就是你就像上天赐给我的礼物一样。哦，是一个情歌。哦，是赞美爱情就对了。对。好，那就开始喽。好， okay, 好不好？谢谢。鼓励罗平的演唱。我觉得应该就是说，你有一些歌唱的技巧是比较新的感觉，然后加上你的外形，然后跟你的动作，其实呢，你在舞台上的那感觉是非常迷人的。可是呢，我觉得今天这歌呢，还是有很多音准的地方。我觉得你每一次唱那个什么 to he 什么 male 那个妈，还那个地方的 pitch 都会有点低，两次都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觉得当然呢，唱这种歌，我觉得。绝对是吃香的，因为它就是有那种异国风情 ，OK， 让我们听起来感觉是比较新鲜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看印度王子今天的分数如何，请一下分数。40.8，恭喜罗平过关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。